術一定要有啦，有技術就有運。六三年贏唔到，冇咧抌心口呢樣嘢，贏唔贏好難嘅嘛。六三、六四、六五，年年擺頭位啊，年年都唔贏，唔贏呢樣睇淡曬啦。傳奇車手鐵漢潘炳烈。香港赛车坛上冇人唔识潘 Sir， 五九年开始玩赛车，六四年以破大会纪录攞冠军，成为车神。之后喺菲律宾、泰国、印尼连环夺标。赛车场上潘 Sir 风头一时无两，职场上佢都系风头等，因为英文叻叻声，退休之前已经做到警司，亦都曾经做过港督柏立基嘅贴身保镖，仲喺 PTU 训练学校做首任教官，型到不得了。潘 Sir 的感情生活亦都好精彩，佢有过三段婚姻，而家背后嘅女人原来系佢。当年仲系佢主动投怀送抱添。佢车亦俾人哋刑事毁坏，我就湾仔就坐堂帮，佢嚟报案，冇啦，出差馆睇呢个车噶，揸喺后边，我嘅车梗系摆喺差馆后边啦。呢架几靓，呢架几靓，呢架我竟然同我坐我啲油车我女友。查实当年佢哋各自有另一半，不过佢哋两个就关系暧昧，拖拖拉拉之下，最终喺83年先喺美国注册结婚。咁你唔系美国咧，加拿大籍噶喎？黐线嘅你啫，你个人不生脑，你俾螺丝俾女。因为我唔知道你入籍嘅情形啊嘛，我都不在。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铁汉柔情，他们的相处之道，旁人见到都觉得很肉麻。你这样无一世都不散的，知不知道？你的 idea 要这样，这样呢，他就将他的东西打晕了，你还不喝呢，就结弹弹的了，知道吗？你看看现在，这个都是很出名的。你不低啊！